张先生，哎，没有拍我、啊，我还没有拍你啊，这个能反向吗？我不会反向哎、欸。嗨，神经病，男神经病来了，哇，没电了、欸、，OK， 拜拜。哎、欸，们，哇，超多人哎、欸。所以我在飞飞机，没有看到、啊。没有。等一下，过去一点，不要挡住我的脸，OK？ 嗨，大家好。Hello， 他刚刚在飞飞机。你看，台湾穿短袖哎，很热很热，欢迎你们来台湾，台湾玩哦。那我去看一下啊。哎，马上回来。爸爸，现在他们看得到你哦。给他们看吗？现在刚飞完一颗电池，等一下。要休息一下是不是？飞机也是会累的。好。是我的好朋友。嗨。他们都说你好可爱。他们粉丝。我本来就很可爱啊。有我可爱吗？可怜没人爱啊。我比较可爱还是你比较可爱？当然是我们家的女神。哇，有人送你棉花糖哎、欸！有人要送我遥控飞机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场地，因为这个场地啊，那边有一些不专业的打高尔夫球的高尔夫球练习，可能那个球就会飞向我们的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没错。他说：“谁敢打我老大？”他说没关系，你有帽子，不会被打到。问你一半。谁那么傻？是不是傻？帽子，帽子能干啥？大家都在说你的雨鞋，我解释了你的雨鞋的用处。真的吗？看得出雨鞋。多可怜啊！你看，我们还有要免受红火雨的骚扰，就穿雨鞋，然后最后就是变穿的那个。脚就流汗，然后就长脚气。哎呦！他们叫你不要再耍可爱了。对哦，我一直很可爱啊。你多跟你的粉丝聊一聊啦，我只是陪衬而已。全部都是你的粉丝，哪有我的粉丝？啊、真的吗？都是我的、啊。那请到我的专业网，好不好？啊，到我的网，拜拜。你要在我这里拉粉丝吗？你已经够多了。嗨，叔叔好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嗨，我是不是我们两个是不是像姐妹？哎，不是姐妹，兄弟。啊，不是，不是兄妹，哎，对对对，乱说什么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大吗？好奇怪哦。姐妹，我们是姐弟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姐弟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姐弟，我比较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对。他们说想听我跟你一起唱《学猫叫》，你知道什么？这么落伍的歌了。那你要唱什么？就那首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随风飘摇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什么鬼？你没有那个？哎，向左。哎，向右。那你学猫叫一下，快点。你知道怎么唱吗？猫。是老虎哎。他们送你很多嘴唇。猫喵哦！啊，你要看我飞吗？你要看到飞飞机 吗？他说想听你讲山东话。要求不要太多啊！第一次直播要求那么多，就没有下一次了哦。哪一位？哪一位？他们说要看你飞。都是匿名上来的吗？啊？先把相片抛出来，把个人的大头贴贴出来，验明正身一下。实名认证。对对对对，现在都是实名认证的，国家安全规定，你们必须要那个实名认证，我们才能跟你们互动。国家有这条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他们说要看你飞飞机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其难呢。飞一下。恩俊飞飞机时间。你那个镜头太宽，太宽了，看不见。
系，我就尽量。他们只是想看着你飞飞机很帅气的背影而已，飞机对他们来说不重要。飞行必须要安全检查，帮你造成大长腿，好，安全检查。纬度、升降度、速翼、动力。哦。然后要把裤子提好，不然内裤会跑出来。好像蛮帅的。Where is it? 好。啊。好，来一次降落。好，要来降落是不是？从那边降落。好的。我完全找不到飞机在哦，在这里是不是？再来一次。打你。降落。降落。我想我跟应该跟粉丝一样找不到飞机在。开回来，开回来，快点开回来。起飞降落哈，嗨，飞机呢？飞机呢？来，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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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机回来了，飞机啦！看，你不要挡住我的航道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飞机回来了。有看到飞机吗？有。他们有看到完美的降落吗？有。并没有，是不是？有看到完美的降落吗？看到了。再起飞一次。再起飞一次。然后再降落。转过去就降落了。好。在哪里？这里，正前方。降落了。来了，来了。来了。飞机已经向我们而来了。有没有？它降落。不要挡住我的航道。有没有？有有有有有有。是不是非常 perfect？ perfect。开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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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面前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要停到机库里。停到机库里，你快点停到机库。今天大家的餐饮的直播，好不好？这个影片就不要随便乱转，因为中间有一点神经病的行为，因为符合我亚洲男神经病的这个特质啊！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焦曼婷啊，爱护我，爱护他一样，好吧？谢谢。耶，冬蒜。喵，喵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